开箱五兰机，五兰机牌子的东西，这个是五兰机的 tripod。小小个方便带出门。这边上面可以放相机，这边上面可以放相机，然后这样子开起来，它可以放手机在这边，这样子。放手机，下一个要开的是这个五兰机的灯，五颜六色的灯，开起来里面就有一个灯哦，再加 wire， 还有个说明书。这灯就这样小小的，旁边可以放 pocket， 可以出门了，很方便。灯有多亮？那我们就关灯试看，这是灯的亮度。它灯的亮度太亮就可以关暗一点。这灯。换颜色，这个方式摆灯很方便，够亮。示意二位，延闪性，这款的延闪性高达95，延闪性越高，其延闪表现就越接近理想光源和自然光。这个灯呢，出去后没有电，就可以用它包围。然后它是 Type-C 充电的，充电会比较快一点哦。它充电了。电池容量是2000，可使用2小时。非常方便的使用。这款灯叫 Lancer 49GB， 是价格非常亲民的一款。